我才是老大。让开，我才是老大。又到了终极一班三精彩独家花絮时间，第二集的收视成绩相当亮眼，其中当然不乏许多精彩桥段，像是阿基师与大东的色诱对手戏则笑料不断。没想到你为了把我留在身边，居然愿意以身相许。同学，对啊，我被阿基师吃豆腐，其实本人也觉得与有容焉呢。没有，就是那个桥段，其实我觉得跟阿基师合作蛮开心，因为从爱就在一起，那一直到现在呢，其实合作过很多次，那算是一种默契啦。那我觉得那一段呢。算是蛮害羞的，因为我又要解扣子嘛，那差点也解到人鱼线这样子。哇，大东在这场戏也小秀肌肉，这也让佩慈忍不住想偷摸一下大东的好身材。好了，我搓两下看看哦。搓两下。记得有一次就是在上戏的时候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是在上综艺节目。没有啦，我是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实，上次我不小心搓到他腹肌，我真的吓到，因为有点硬。会弹回来，手指会有弯。真的这样？没有没有，他是当天晚上都去看跌打损伤，手指骨本来这样变这样。哦，什么感觉？像小山丘。我喜欢你的形容词。吃完大东的鸡肉，还是要回到拍戏现场。阿基师的出现让现场真是笑声不断，虽然 NG 连连，但大家都玩得相当开心哦。你的暗示也太明显了吧！来，我们三个人感情培养一下。碎。来。成本也太粗了吧！啊，不管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撇除玩乐之外，拍戏其实相当辛苦。佩慈就因为累过头而不小心在片场睡着了。坐着，快点坐，坐你的姿势。来，那个就是你的手机就帮我写一下。干嘛？到他要睡觉，不要吵他。但是可以拍照。那个一百，那个大师要过来的。干嘛偷拍我们？干嘛偷拍我们家 King 睡觉？不准拍！不行，我要保护他。他欺负我。可看出剧组的感情真的相当好，而《终极一班三》一播出就创下收视佳绩，对此主角们都相当开心哦。首集播出呢，收视率就到 1.68， 那我觉得真的是很谢谢这么多人支持我们《终极一班三》。那当然呢，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很辛苦的在如火如荼的拍摄，我们算是on档戏，边拍边播。那也希望说大家可以继续支持，那我们收视率很快就破二，然后甚至到破三，就可以实现我们要反串的诺言。是不是非常期待啊？是，真的。这一次我们大家就是真的很用心在为大家做这个拍。对，可是我们这次因为有要on档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时间都压得很紧凑。对，所以看到我们那么努力，然后出来也是，哎，效果还不错，真的是很开心。效果很好，效果很好，对，还就是很开心这样。
也因为收视成绩亮眼，剧组也举行了小小的庆功宴。不过满桌的美食可是让肠胃不适的大栋看得到而吃不到呢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今天算是小小为我们终极一班第一集破那么好的收视，然后做了一个庆功宴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庆功宴，所以就是披萨啊，然后一些鸡腿啊，然后还有今天黄仁德前终极一班二的令团长也有来探班，然后只有我只能吃青菜，不过吃青菜也是不错，就补充一些纤维质。那虽然就是它比较不油腻嘛，就是也对我肠胃没有那么多的负担，对。但我们还是小小的庆功哦，对。但最大的庆功还是 ，you know， 反串。终极一班三真的很精彩，但它的花絮更精彩。想要锁定终极一班三以及精彩的花絮，就在娱乐百分百。杨家春的整理报道。